个福利送给各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场已经有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拍立得啊，没错，就是戴着口罩不愿意被大家看到这一位哈，拍一张照片，用拍立得直接洗出来，送给粉丝们。OK 吗？还是要大家，你可以选择单独拍，然后一整组拍都 OK。晨晨说没事，让单独拍。我们先拍一张好不好？来，拍两张嘛，好不好？拍两张，我们先单独拍一张。哇！哦，原来是为了这样。整组都很皮啊！我还在想说，哎，这怎么会让他单独拍呢？对吧？突然一下子不拍，原来是等着最后这一下呢。OK， 那我们拍立得的照片，我们工作人员赶紧洗出来哈。那在这里呢，怎么得到呢？我们朱正廷和我们所有小伙伴的这一组的照片会在爱奇艺娱乐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来抽取给大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因为这个环节是爱奇艺娱乐偶像有新番带给大家的特殊福利，所以在这里也要口播一下啦。爱奇艺娱乐偶像有新番每周五晚8:30会在爱奇艺娱乐上线，看完练习生之后可以继续去有新番关注一下我们练习生们这个私下生活的小日常，解锁更多的这个小哥哥们的情话告白哈。好啦，谢谢。那我们这一组的表演和互动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那在小哥哥们离场休息之前听一下尖叫声咯，好不好？一起给所有这一组的小哥哥们的尖叫声。谢谢全民制作人们的支持，那有请练习生们到后台稍事休息，谢谢。